我已在宫廷内布满了我的亲兵，我要让他今天把韩魏传给我。如果凑凑一，立刻就会粉身碎骨。我们陈上去的折子，陈义愤、薄义愤，我要是五位叔叔啊，就把这一数万的奏折送到御院上去，急的就不是你们了。您知道傅寒病了吗？阿爸还王妃正起劲儿的哄着傅寒，如果傅寒把大妃的名位给了他，您再也没有出头的日子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办？得到您应该得到的。让你的额娘再去取悦韩王，那简直就像栽一盆冰水中去揉搓他的心啊！他是阿爸害王妃身边的侍女，这是巴阿哥赏给你的镯子，藏好它，别惹出麻烦来。未来月乐台，努尔哈赤密使。